张翰与女友古力娜扎恋情曝光后，虽说两人经常传出分手新闻，但事实上两个人感情十分要好。27号晚，张翰与古力娜扎母女一同现身首都机场，一行人有说有笑，在行李转盘处等候行李。古力娜扎看上去十分开心。之前有媒体拍到张翰与古力娜扎先生上海外滩压马路，两人十指紧扣，腻歪的不行。如今又与娜扎母女俩一同回京，看样子是张翰带着女友和未来丈母娘一起来到上海游玩。不知道未来丈母娘满意张翰这个未来女婿吗？张翰与娜扎一行人聊了一会儿，张翰发现机场外有不少粉丝等候，就与娜扎母女躲在一旁柱子后面商量如何顺利离开机场。之后娜扎母女俩先行离开机场，张翰在粉丝的簇拥下乘车离开机场。张翰已经见娜扎家长了，那想必与娜扎的婚事也快了哦。